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。得奖的是，哇呼，哇呼，得奖的是陈建奇吧？这个字是，救我，陈建伟。陈建奇老师要上来拿奖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拿到这个奖，因为一起入围的这些音乐圈的有才华的前辈们，我都偷偷的在私底下学你们的作品，真的没有想到我刚入行的时候最想当的工作是歌手，可以集众人的目光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不好意思，在场的各位老师们，我刚才太紧张了。我念的是陈建奇，没错。那但是这是评审长的签名，所以得奖的是。Sorry。我来公布好了，我来公布好不好？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脸，我没有脸看着他们。没关系，我。但是我就算不看你们，我还是要。把这个名单讲出来，得奖的是嘟嘟周以敦。嘟嘟周以敦，那个，我今天变颁奖人了，谢谢大家。建伟哥，谢谢你。